计在4月26日于 PS5 独占发行的《剑心》，是韩国知名制作人金亨泰领军开发的动作冒险游戏。日前也推出了试玩版，让玩家抢先体验，并获得不少好评。大家都知道，金亨泰不仅是一名游戏制作人，更是一位相当知名的插画家。因此，他设计的游戏不论是美术或是人物设定，都具备相当高的品质。不过，近日法国 IGN 在玩过《剑心》体验版后，对女主角的服装和造型毫不留情的重炮批评。法国 IGN 认为，对比《尼尔：自动人形 2B》为女性角色扮演者带来灵感，又或是贝欧尼塔强烈标志性的角色个性，《剑心》衣服平淡无奇，只是一个没看过女人的开发者制造出来的性化娃娃。这番言论也在网络上引发热议，更有人贴出金亨泰妻子的照片进行反击。撇开这些争议，宅速配小编认为，剑心是一款故事和末日氛围类似尼尔自动人形，同时保有只狼等魂系游戏爽快战斗的优秀作品。我们到时候也会带来第一手直播，请大家准时收看喽。